本组名称为结合十大潜热与智能装置支撑内散热装置，利用十大潜热的原理以及智能装置加强车内热对流的效果，使驾驶人进入车内前有很好的舒适感。现在我们来模拟车内高温的实验。本组作品各部位介绍。温度计告诉观察者模拟车内现前的温度。太阳能板将太阳能转成电能供到蓄电池。蓄电池储存太阳能传过来的电能。继电器供电至本装置。制冷装置维持十二装置之形状。热装置加强车内热对流的效果。现在我们来看车内高温的实验。现在温度持续上升当中，要维持夏天，要模拟夏天十大融化的状况。夏天的温度大约是60度到70度，我们选用的十大的功用是吸收车内的热，车内而热会被石蜡吸走，从相变化固态变成液态。石蜡的熔点是60度上下，所以符合我们现在夏天石蜡吸收热的需求。我们有装制冷芯片，制冷芯片它会维持石蜡不会让它相变化，从液态变成固态。让用制冷芯片功用，从固态一直都是固态，不会变成液态，不会造成放热的动作。本组作品特色的介绍：本作品利用相变材料潜热的原理，进行冷热对流的交换。本作品还利用太阳能板及蓄电池，不需要额外的电力。本作品。在驾驶人进入车内前有很好的舒适感，使驾驶人不会感到高温高热的感觉。现在温度接近60度，温度上升的速度非常慢，大约是 0.1 或者是没有再上升的动作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的石蜡是有在做吸热的动作，但是并不会融化，有智能芯片来维持石蜡不会变成液态。本作品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